小小职人国台客粤四语互动翻翻书。小小职人，小小赛虎狼，小小职业，小小职业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农夫。小小职人，天还没亮，大家都还在睡觉呢。差不多，公鸡。穿上工作服装，先换上工作服装，帽子，帽子，靴子，靴子，靴子，到鸡舍喂鸡吃饭。把这些玉米粒撒下去吧。玉米，母鸡，母鸡，母鸡，数一数，一共有几颗鸡蛋呢？数一数，一共有几颗鸡蛋呢？鸡蛋，母鸡，鸡舍，跟我一起去犁田吧，我们开始吧。是不是很快就完？是不是很快就完成了呢？绵羊，绵羊。接下来跟牧羊犬梅格一起赶羊。梅格，快让小羊们回家吧。牧羊犬，这些羊毛可以做成毛衣或毛毯哦，再帮小羊们剃毛。绵羊，绵羊，乳牛，牛奶，准备好挤乳机器，还要挤牛奶哦。这样就能开始挤牛奶了。现在该收割农作物了，我们用收割机来完成工作吧。欢迎来到我的农田，农作物。最后来喂小猪吃饭吧，蔬菜，小猪，猪圈。该睡觉了，晚安。